如果我是你，我会看对方怎么做。那如果我先发制人，开了枪，你可就输了。除非是我毫无防备，否则这种距离下开枪，你是伤不到我的。试试看。试试。纹丝不动，早就试出来了吧？在京城论枪，就没有几个人是我的对手。一把没有子弹的枪，不过是一个玩具，根本就伤不了人。厉害，江兄，起事的日子马上定下来了，不知江兄是否愿意助我一臂之力？那当然了，展兄，定的什么时候？此事还要跟二叔商议一下，毕竟是件大事，天时地利人和，缺一不可。好，展兄，那我就静候佳音。